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人类的希望，久别重逢的战友。刚测试了，用没有任何爆发的队伍打了一下，大概要花三十分钟，我觉得有点久，所以这次搭配了一个迷土大地精来做一个测试，看看我们用这样的一灯配上蜜月兽的队伍，大概要花多久时间？好，先为大家来做测试啊，一样第一回合主 CD 啊。哦，我是觉得不要想说攻击力自己可以抓，然后就拿黑狗当队长，因为不小心就全部送走了。我是没试过啦，这个也可以试试看。但是你黑狗当队长变成怎么讲，血量比较少。好，因为血量变少，有恢复力是没错啦，但是有一点风险在，所以我没有打算浪费体力，因为如果有了一只地精的话，爆发应该差不多啊，就是不会时间不会差太多啊，因为19回合，你看我这样打，感觉时间上就很久了。哦，有没有你？而且看到回血量，基本上也是蛮关键的。我是不太建议用黑狗当队长。看一下啊 ，CD 的可以出级了。哦，虽然说爆发只有两只啊，不过有爆发总比没爆发好，这次还是有差别的。哦，没有，有感觉，这样就有感觉，这样时间上就差蛮多。虽然说只有两只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感啊。回复量也没有问题的，攻击力还 OK。哦，因为主要怎么讲，我们血量因为兽类加成两倍的关系，所以血还蛮多，你可以有蛮大的缓冲时间的。忘记也要省时间，爆发不拿来开一下，拿在旁边晾着，不用。有没有看到？其实有两只黑，有一只黑狗加上一只迷土大地精就蛮够了。那迷土大地精的话，我建议是练到 CD5 啊。其实因为我这个账号它就是没有那个巴风特的账号，所以这个巴风特就用这个方式来做测试看看。没有巴风特，所以用这个账号做测试看看。哦，有技就丢就对了。我觉得我们不用太省技能，因为我都是 CD5 的，所以没什么差别。哦，记得开技。
哦，这关处理掉，后面都很好处理了。哎呀，忘记开机。差一回合，这样时间就没有争取到了。有没有？这样每一关来通关的话，就差很多了。有高血量，所以我比较不用担心说这三只打攻击力会很大之类的问题。高血高回复力，基本上只要不要遇到那种吸血的关卡的话，不是吸血，就是每回合几趴扣血的来讲，应该都很轻松。这回合大概花两三分钟，应该不用吧？一分钟内应该差不多。这是共生的，对，共生我们就抓血量就好了。共生，我看一下，它是13滴血，应该可以再打一下。还可以再打。OK， 那就这样了。这时候小心不要全体攻击就可以了。哎呦喂，才讲完差点按到。因为我们攻击力够了，所以没什么差。这只只有3万多滴而已。要爆发也可以啊，但是你要有像我，因为我要爆发一波爆发送走它的话，对不对？还要像火珠还是光珠就可以了，因为多的那一颗会打到左边那一只。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一关是强化盾。还 OK， 5连就好了。血量也不多啊，看一下，血量1万到3万而已，所以我现在先集强化珠就可以了。
然后等吸第五一波爆发送走就可以了。其实多了一只地精，速度差很多、啊。这个是技能全部重置，非常好。那就先来了，不啰嗦了。这个要做五 combo 以上，它才会扣血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也没中，没关系。五吸啊，一样是考验我的手速，因为手速是还好。基本上我都靠四吸吧，再加一个天降这样。然后靠一个天降，因为三到五吸靠天降其实几率还蛮大的啦，也还 OK 啊。哦，追光网一样是强化盾。还不错，我刚好缺火的，因为好像我已经有肖恩了，只是我还没有进化材料而已。那他可以拿来练技能。这个的话，我可能除夕第五再去打他吧。因为平常攻击抓痒而已，没什么感觉。哦，这样打比较有感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少一 combo。打得太兴奋了，血都没在看。这边翻船应该会很好笑。好吧，我们还是乖乖的补一下血好了。补到安全值的时候再来跟他玩。哇，没到哈！
好，所以你看，像脚，同样我这个轻松打法，如果是用受对2.5倍攻，算很快可以打通关。可是如果一个不小心，血量就差很多了。因为你可以把我现在血量除以2，就是我实际上的血量。可以用这种方式，就是制造多一点康博数而已，没有为什么。通常台面上不是珠子满，就是攻击力就会强，是康博数多反而会比较有感觉。这个的话无所谓，因为我要速度，可能没有时间再去算说我打了多少血量。消完血蛮多的，感觉蛮花时间的，时间都耗在这里了。强化珠，所以再等一回合了。这样康博数应该比较多了吧？当然，你能够组多一点那个暗的角色，就是因为你要专属攻击的那一只啦。比如说你有四只暗的话，这样配会更快了，因为只有两只，所以攻击出来就感觉比较威力比较没有那么强。
血量自己要留意哦，不要打得太开心，忘记血的部分。这个来讲的话，无所谓了，差两颗我没办法切开。一二三四五，应该差不多爆发一次就可以了。没有切开，果然有差。还没死，果然够耐打。十八小二 ，OK 啊，打过了。我看一下时间，大概是。23分钟哎，这肖恩的血比较多吗？没有啊，差不多啊。不过这小关卡是差蛮多的啦。哦，以上这个没有魔羊，没有那个暗狼的人类的希望的一个打法示范给大家参考。哦，基本上20几分钟跑不掉了，因为没办法，你没有。高输出啊，哦，但是如果你配全部都是像是黑狗的队伍的话，应该会更快，因为我只有两只输出而已，爆发之后啊，但是打小关还蛮快的，哦，这个打法给大家参考看看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